豆浆给我。啊？逃走的概率几乎为零。你什么情况？我就想要他手里那杯。这位同学，你就是今天的素人拍摄人员吧？嗯，你们的拍摄呢，可能要延迟一个小时。等一下，涵涵就要先去拍摄。嗯，我们工作人员呢已经去买早餐了，只是还不能及时赶回来，想要和你换杯喝的，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啊？我这个豆浆路边随便买的，不好喝，特别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不客气。谢谢。谢谢啊。你刚才干嘛非要和一个小姑娘抢豆浆？抢过来你又不喝？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啊！啊？他手里拿着喝的，我不放心。往中间靠一靠。我是说，这棚里面到处都是设备电线，他拿着喝的到处往外走，万一打翻了，大家一天的工作就都白费了，对吧？嗯。拿着，拿到棚外去。你不喝了？保持住。那我喝了啊。